各位，这个季度以来，我们门店的业务突飞猛进，签约数比上个季度增长了30%。哇！各位放心，这个月的奖金保证让大家满意。好。江海，你过来一下。哦。是，哦，就在这儿。江海啊，虽然入职只有3个月，是一个新人，却月月超额完成业绩，为我们门店的销售额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好，总公司领导们经过商议，决定任命江海为蜗牛租房的区域销售代表。江海，这是你这个月的提成。10万，经理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这都是你应得的，拿着吧。我早说过了，只要大家踏实肯干，公司是不会亏待大家的。是，好，好，好好干啊！好，好好干，好，谢谢经理。哎，江海，拿着提成不得请大家吃饭？我要吃大餐，我要吃大餐。那个，那今晚大家想吃什么、想喝什么、想玩什么，都我来安排，我请客，好吧？郎才女貌，恭喜恭喜！明博哥好浪漫呀，我也要让我男朋友好好学学。这家餐厅可不便宜哦，兄弟这次下血本了。蛮有情调，江西好福气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怎么喝这么多酒呀？你跟谁喝的呀？我跟那个同事们，他们都不行，喝的没有我厉害，喝倒了都被我喝倒了。就你这点小酒量啊，还跟人家拼酒呢？我酒量可好了。给，拿着喝点水。平白无故的练什么酒量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再这么喝酒了，听见了没有？看你那样子，你和林双姐都拿我当小孩了吧？我今年都23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给你看一个好东西啊！调好了。这是什么？10万块钱，来，给你的，拿去花。从今往后呢？只要是你之前我欠你的钱，我一分一分的我全都还给你。反正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所有人都要知道，从今往后我不比别的任何男人都要。我不这样啊，你喝点水。我问你啊，你这10万块钱哪来的？你这什么公司啊？江海，我问你呢。绝对假酒。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你起来。你说说这钱哪来的？江海，是我造什么孽啊？我这是。你知道蜗牛房屋中介吗？你说的蜗牛租房吧，我知道。对，这家公司成立时间倒是不长，但扩张的还挺快的，现在已经是全国连锁了吧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想改行？改什么行啊？是江海，他老是说什么房贷长，什么什么贷款这那的，我就是听着我觉得心里不踏实。贷款？哦，你说的租房贷是吧？对，我跟你讲啊，像蜗牛租房这类的长租公司，他们表面上呢做的是房屋中介的工作，但其实还是在靠金融产品盈利，成本低来钱快嘛。我就怕他是那种什么皮包公司，回头再让人给骗了。这个事情挺有眼光的，
我跟你讲啊，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就是保护欲在作祟。江海都多大了，很多路需要他自己走，你做姐姐的就应该放宽心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我能不操心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享受男朋友的宠爱，知道了吗？吃饭吧你。跟我们预测的差不多，大额资产转移得干干净净的，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功夫呀。看来这个魏明，估计啊，从你们结婚开始，就在给自己留后路了。经过昨天这么一闹啊，我跟他是彻底撕破脸了。魏明这个人不达目的不罢休，我真害怕他使出什么上不了台面的招数。我建议你，直到我们找到关键证据之前，无论魏明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，你都要沉得住气，千万不可以让他起戒备心，记住了吗？别动手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走吧，你们是我们的，不是我请来的。进来了，你们再不走，我叫保安来。叔叔阿姨，咱们好好说，讲讲道理，好不好？我们怎么不讲道理了？对啊，我告诉你啊。你们这叫擅闯民宅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报警抓你们的。你们抓谁呀、啊？你们你们这样的话，哎，怎么回事、啊？我女儿回来了，你问问她。我们刚才送小苹果回来，看这门大开着，这几个人鬼鬼祟祟的。你们干嘛的？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是不是二幢501？对啊，那就对了。你看，业主魏国强、张金凤委托我们出入这个房子的，这是房产证、身份证，您核对一下，没错吧？没错是吧？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走，我看真是我们不卖，什么不卖啊？你们赶紧出去干什么呢？什么人？魏明真是的，他不看在你的面上，也要看看孩子的面嘛，这么狠心的。魏总夫人，您。魏明。不，那行，没问题，我按这个上面写的。你先出去。看来你这个 VP 面子不够大。佳怡，麻烦你，先出去。这么快出来了？这就走了？这佳怡战斗力也不行。今天中介带人来看房了。没错，爸妈在新区看上一个楼盘，想着把之前的房子卖了，作为首付。他们让我通知你来着，我最近工作比较忙，忘了。把房子卖了，我跟小苹果住哪儿？这个我已经想好了，小苹果可以跟着爷爷奶奶。至于你嘛，离婚签字，你分到的钱足以付一个小房子的首付，这样大家都不为难。魏明，你真的太无耻了！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你不惜把老婆孩子都赶出家门，这应该让方舟的人都看看你是什么真面目。你先冷静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，我的前途关系着小苹果以后的生活品质。如果你不为小苹果着想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出去跟全世界的人嚷嚷。真当我不敢吗？林爽，我们两个都是要脸面的人，以我们的教育和修养，做什么事情都得体面，不至于把我们家那点丑事儿弄得尽人皆知吧？魏明，你有良心吗？我之前认错了人，耽误了这么多年时间，一切从头开始我认了。
早晚有一天，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还有，人是会变的。就你这点低级的手段，你就想让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交出小苹果的抚养权？你做梦！这个魏明啊，真的不是个东西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跟我说，你真不拿我当朋友。你好不容易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不想扫你的兴。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你更重要。我跟他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他实在是太了解我了。他利用小苹果，利用我的自尊心，把我拿捏得死死的，想让我就这么认了。要我说啊，你吃亏就吃亏在太过于清高，跟谁都要讲道理，做什么事情都讲究个问心无愧。要我说，对付这种小人，咱们就应该有小人的办法，管他什么姿态好不好看，咱们先出了这口气再说，不行吗？笑什么呀？我有的时候真的挺羡慕你，敢爱敢恨，活得痛快，不像我，偶像包袱背了这么多年。现在想放下吧，还真有点无从下手。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呀？这都是我这么多年摸爬滚打、吃亏上当，总结了那么一点战斗经验。要我说，能一辈子这么清高，那才让人羡慕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说我了。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帮你还有小苹果找到住的地方。哎，对了，江海，他现在就在那个房屋中介。别着急啊，肯定有办法。江海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？找你有事儿，当然有事儿了。姐，你看，咱们这个房子虽然不在市中心，但胜在交通便利。你看那，那儿就是地铁站，那个牌子那儿。那里吗？啊，对，哦，那还挺近的，几步路就到了。你看这隔壁的这些小区都属于住宅小区，但咱们这个是隔间房嘛，所以租金上面比他们要划算很多，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。姐，你之后家里要是什么修修补补的呀，你就打个电话给我，全给你解决了。好，对我们公司这些售后啊也是全免费的。哎，姐，看看这个。这个是我们公司主打的几个套餐，现在都有优惠。哎，在你们公司租房还要贷款吗？他这个就是换个形式说法而已，因为你每个月还房贷和交房租是一样的嘛。嗯，我之前啊，我了解过你们这个小区的房子，嗯，好像你们公司要比市场价便宜不少呢。是因为我们一直是按照市场价格从房东那边收房，收完之后呢，以特别优惠的价格租给我们的租客，那中间的这些差价都由我们公司来补贴，特别好。那你们公司为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？这就不是我操心的问题了，反正我只是想能让我的客人租到物美价廉的房子，我自己又能拿到丰厚的提成，我就觉得挺好的了。姐，怎么样，这房子还满意吗？要是满意的话，要不咱们尽快签合同吧。说句实话，因为我们公司的房源还是挺紧俏的。嗯，我再考虑考虑。
这么晚啊？嗯，饭吃了吗？饭说回来了。爸。哎。吃过了，回来的路上。我今天看一天房子。果果呢？睡了。刚才啊，哭着闹着要回家，怎么哄都不行，反正是哭累了，现在睡了。爸妈，嗯，我可能还得麻烦你们，再帮我照顾几天小春果。可以呀、啊。哎呀，董事长，我跟你妈妈商量了一下，你带着果果还是搬回来吧。你带着孩子住到卧室啊，咱们呢房子虽然紧张一点，但是呢我跟你妈将就一下，这最起码你可以把果果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都交给我们，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安心工作，好不好？你说你们辛苦一辈子了，好不容易享享清福，不想拖累你。这话说的，你是我们女儿，那是一家人，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？就是呀、啊，我们就你一个女儿，不为你还为谁呀、啊？哎，哎呀，别误会我意思了，我房子找好了，就是再有个两天收拾收拾就行了。真的？啊。那房子在哪儿啊？贵不贵啊？等一下啊，房子已经过户了，周日收房，麻烦你尽快搬出去。林霜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难道要果果跟着你一起无家可归吗？我给你的离婚协议，随时有效。妈！哎呀哎呀，果果怎么了？对呀、啊，果果，妈妈今天累了，让妈妈休息一下。外婆等会儿啊，给你讲故事。我不要，你讲的故事不好听，我要妈妈给我讲。那是孩子，你睡醒了，闹觉。爸，你也是果果的家，对不对？等妈妈忙活这几天了，就接果果回家，好不好？这哪不是我的家？我回自己家里住。果果，你听话。果果，你听话。房子已经过户了，周日收房，麻烦你尽快搬出去。林霜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难道要果果跟着你一起无家可归吗？我给你的离婚协议，随时有效。你说，你凶孩子干什么呀？你干嘛凶我妈呀？是我孩子呀！妈，妈，走走走，走，给你讲故事啊！看着宝宝先打的，哪来这么大火气啊？江海，我考虑好了，就要那套房子吧。还有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这猎头公司啊，说你在蜗牛公司短短几个月就做到了区域销售代表，你怎么突然想到辞职了呢？吴总，这人呢往高处走，租房市场再火，不过也是服务一些工薪阶层，哪像您这儿啊，服务的可都是高端人士。您这随随便便的一单，抵得上我在那干个十天半个月呢。您太厉害了。哎呀，小伙子不错，嗯。好，好好的干啊，公司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女士您好。你好，我找你们老板。我们老板不在。你说不在就不在啊，你别拦着我啊。哎哎，女士您不能进啊。你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我找你们老板有事儿。你说不在就不在。吴总好，
告诉你啊，你别拦着我啊。哎，女士，你真的不能进啊你。我找他有事儿，我为什么不能进去？女士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们老板真的不在。你让他出来见我，让他把钱还给我。哎，你不能进啊你，快点。我们老板真的不在。怎么了？老板，你就是老板啊？对呀、啊。就是你合起伙来跟我老公在那国外给那小三买房子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把房子退了，钱还给我。客户都没到，退什么钱啊？不退钱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。你稍微讲点道理行不行？听我讲道理，我就不讲道理。我今天就坐在这儿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大声的嚷嚷，我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们就是骗钱的贪心鬼。老板，女士，你有话好好说。魏总。新营地报表，你签个字。喂，稍等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魏明先生吗？我们这边是润达置业，您之前委托我们在澳大利亚的那个房产，可能需要您签一个补充协议，您看您有时间吗？你们找错人了吧？我的房子在新西兰，而且早就已经过户了。哦，行行行，那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们搞错了。小姑奶奶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就是一个房产中介公司，我们就赚的是中介费，我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吴总，还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我看您今天也挺忙的，要不咱改日再聊吧。行，明天准时来上班啊。好。你是吴总？对啊。吴建森。是啊。我找的是李建森。啊，对，李建森。对，这一行没有李建森，不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喂，是瑞达房产吗？啊啊，魏总，哎，我是吴建森。没事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哇，好喝的。司仪说啊，新西兰的房产信息是公开的，但是取证、公证这一套流程，也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给。没想到啊，我们姐弟之间还是有点默契的。某人终于发现弟弟靠谱的地方了，是不是对我刮目相看呀？还行吧。不过这次真的谢谢你啊，以后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张姐，别这么说。那我帮你呢，是因为我真心的想帮你，不为别的。我一帮你呢，我就很开心，越开心我越想帮你。吃饭，吃饭，要说话你就少说两句，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。哎，刘叔，那个你搬家的日期定了吗？到时候我去帮你。嗯，这周日。来来来，我们再喝呀。干杯。干杯。干杯，阿姨，这个是干啥用的呀？哪个呀？这个啊，这个泡沫啊，包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，还是你想着收的。嗨，回头请我吃饭。你真不要了？婚姻都不要了，我还留着照片干嘛呀？行，就喜欢你这不拖泥带水、风风火火的个性。小苹果，你别在这儿跑了，小心我磕到。要是在这儿转圈，我就把你打都弄伤了。漂亮阿姨、嗯，我们为什么要搬家呀？因为我们每搬一次家，我们都会长大一次。漂亮阿姨、嗯，你长这么大，搬了几次家？阿姨搬过无数次家。那你以后还要搬家吗？要啊，直到搬到属于自己的家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呀？
果果，去把你的玩具打包好。好。你跟明博怎么样了？还行吧，就那样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合同签了吗？钥匙拿没拿到呀？江海已经去给我收房了，我一会儿直接过去签约就可以了。这不是你谁呀、啊？你又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蜗牛租房的，这房子是我们公司的房子呀。你咋在里面呢？我怎么在里面的？我是这房子的房东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们公司算账的。你们公司欠我的房租，打算什么时候给我？什么房租？我不知道。小年轻，你装糊涂是吧？每次注意都是过几天，过几天。今天你要不给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了，你就别想回去。我真不知道，提起房租我……哎，江海。喂，刘成姐，我这是现在出了点问题，这房子租不了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租不了了？姐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公司给你想办法。叔叔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已经给我们经理打了电话了，他会派人来处理的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等着，等他们来了你再走。行。江海啊，他说租不了，又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来了，这是有点说租不了了，谁呀、啊？哎，您好，哎，还是我，哎，经理，哎，看看房子，这是错。哎呦，怎么回事了？啊，提前那么多天跟你们说过了，哎，到现在还是这么乱糟糟的，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，阿姨，我租那房子呢，临时出了点问题，你看，你能不能再稍微宽容我几天？我提前通知你们吧，是吧？你租不到房子吗？是你的问题，你的责任呀！难道你一辈子租不到房，我就一辈子不能收房了吗？啊，不是的，阿姨，你这样好不好？一周之后我肯定搬走。不行不行，肯定不行的。这个房子是要给我儿子结婚用的。今天呢，我已经把那个装修师傅都已经带进来了。哎，来，你们快进来，快进来，把他们的东西都搬出去。哎，把东西都搬走啊！这样好不好？三天之后我肯定就搬走了。阿姨，你看这有。想好了吗？要不要聊聊？目前，我当事人魏先生和林女士名下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是200万，基于法规和道义，我们顾念林女士照顾家庭多年，同意将共同财产的50%，也就是100万，作为对林女士离婚的补偿。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，孩子的抚养权也理应由我的当事人所有。您可以尽早的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也可以尽快的拿到补偿的费用。不应该吧？据我所知，魏先生8年前入职方舟，事业一帆风顺，3年前更荣升产品部总监，拿着 P10的薪水，最近又当了 VP。这么多年下来，200万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魏先生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一位全职太太，她是这个家唯一的劳动力。他一个人养活了一大家子人，虽然收入不少，也经不起开销大，
如果你们对魏先生的存款有疑义，不嫌麻烦，可以亲自去调查取证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算一算。这有一些文件，这一份是最近一年来魏先生大额频繁取现的银行流水，这一份是你以给老人买房为名转给你母亲张清凤的转账记录，这一份是以你父亲魏国强的名义在 4S 店的消费记录，以及交通违章记录跟方舟国际大厦地下停车场的记录，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这辆车实际使用人是你本人。哦，这还有一份是您在海外购置房产的转账记录以及房屋详情。很明显，魏先生已经构成转移婚内财产的行为，而这些资产加在一起不低于1500万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规定，夫妻一方隐藏、转移、变卖、毁损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，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，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，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，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。林霜，你是什么时候变得心机这么重啊？你不觉得这话特别可笑吗？你算计我就可以，我维护自己利益就成心机重了。你所谓的婚内财产转移的大部分金额在海外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些证据在中国的法庭上无法直接使用。我们已经将海外的证据在大使馆公证认证，这些已经成理成册的文件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可以随时提交。A 女士、C 女士，是否造成婚内资产转移，要看法院的认定。一旦上了法庭，离婚诉讼旷日持久，这对我们双方的当事人都不是件好事。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乐意奉陪。而且据我所知，魏先生还一直属于长期婚内出轨的状态，这应该是造成婚姻破裂的过错方吧。我这有一张照片，魏先生，这是您吧？我们对这张照片的真假存在疑虑，这张照片明显是错位，你们这是在污蔑。就这张照片到了法庭上不可能成为证据，能不能成为证据上了法庭就知道了。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，大家可以试试。我当事人的诉求很简单，分到全部财产的60%，也就是900万，以及小苹果的抚养权归我李女士所有。尽快解决。好。思叶，今天多亏你了，谢谢。我是你的律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虽然现在来看我们掌握了主动权，但你也不要太乐观。以我的经验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小心他们会狗急跳墙。永远都不要低估对手。明白。啊，就放这。回来了。不许。爷爷，阿姨，你带我去游乐园玩。姨带你去，我带他过去玩会儿，你们聊。嗯。不是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搬家找不到房子吗？我已经给你找好了。走吧，上车吧。
辛苦啊，搬上车就可以了。好嘞。这个老洋房是我回国以后买来投资用的，所以一直空置着。这边有个200多平的花园，啊，花里有个秋千，孩子可以玩。那边是个车库，这些家具家电啊都已经配好了。你看你还缺什么，告诉我，我再来买给你。哎，这房子的位置是真不错，将来给你上班还有小苹果上学都很方便。比江海给你找那个房子好一万倍。我上楼看一下。嗯，小心点啊。因祸得福啊。这是厨房。我去看一下。嗯。桂雪啊，这个房子实在是太好了，租金肯定不便宜吧？是啊。这不是没中介费吗？再加上你是熟人，知根知底的，那就按照市场价的50%租给你。你要觉得可以，我就让法务出合同。行，大事已定。来，我们找一个餐厅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，怎么样？嗯。你们俩庆祝吧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。啊，我走了。嗯，顾总，慢走。来啦！吴经理呢？在办公室呢吧？这吴经理人呢？刚刚来看的那边。行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月的奖金上了。啊，苹果在这儿呢。哎，老董啊，好，去吧。经理，有这么个情况，有个房东说他3个月没有收到租金了，然后他要。江海，这个情况我已经了解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总公司的财务打款是出现了纰漏，把给这个房东的钱打到了别人账上，这才引起了误会。那经理，这是他放心，这件事情很快就能处理好。这那等到什么时候？我急需这个房子，快了，快了。经理，经理，那个小王找你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。这个月的分红比上个月的还要多，已经给你打到账上了，注意查收啊！哎，好，谢谢经理啊。房子的事情已经搞定了，别担心。哎，江海，江海，经理叫我和你一起去收房。哦，走，行行，走。哥，一会儿喝水啊，不可以喝果汁什么的。来，江喜。哎，这我男朋友林博，这我好朋友林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您是魏总夫人吧？我之前在魏总朋友圈见过您。对，您叫我林生就可以了。我也经常听江喜提起您。坐吧，坐坐坐坐。这个是果果吧？果果你好呀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叔叔好，先生好，哎，太乖了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是要正式的庆祝林双阶段性的胜利，又是正式介绍你们两个认识，所以今天这顿饭必须是我请。想吃什么？随便点。江姐，你请客。你说你也真是的，请林双吃饭也不找个安静点、环境好点、高档点的餐厅啊？这挺好的呀。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别这么客气。听见没有？都是自己人，别穷讲究。小苹果想吃哪个？吃披萨。我们去学个。这好，忙。服务员，点餐。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苹果怎么样？哼，你这个男朋友啊，一表人才。也挺会为人处事的，看得出来挺在乎你，但关键是，你喜不喜欢人家呀？喜欢也不代表能走到最后呀。我现在就是觉得吧，两个人在一起啊，就是要多磨合，
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感情自然就越深。林罗挺踏实的，也很努力，是一个过日子的人。关键是，我们两个的目标一致，我相信我们两个可以走下去。感情上呢，我也没什么成功的经验，但你要是认定了，就支持。佳琪姐姐，我也支持你。狗狗也支持。放了，那你跟妈妈先出去。走，我一会儿出来啊。好。我这明天要上班，要穿的衣服要跟。我给你插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。这样这样这样，你给我100块钱干洗钱，这个事就算了，好不好？100块钱，太多了呢，我那么多，我都是上班了，挺不容易的。这样，你拿一个湿纸巾，我自己擦一下，这个事就算了。这湿巾纸都给您，你先去忙吧，先去忙吧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。就是弄脏点衣服，江醒呢？马上出来。